2006年法政先锋一播出时，郑嘉颖刚刚凭借天幕下的恋人爆红，所以并没有参与第一部的拍摄。次年无限开始筹拍第二季时，并加入了刚刚拿到双料时候的佘诗曼以及同年拿影帝的郑嘉颖，阵容更加强大，但评分却掉了 0.4 分。其中原因除了老粉们不能接受小柔戏份大量缩减沦为女配，听听被强制下线外，还有落入俗套的三角恋情节。虽然评分并未能超过前部，但也算是良心之作。剧中郑嘉颖所饰演的杨医生一出场便阻止了一场爆炸，即便在危急关头也能镇定自若，谈笑风生。与剧中活泼健谈的杨医生不同，生活中的郑嘉颖是一个腼腆内向的人。16岁时，他参加了 TVB 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，评委席上都是梅艳芳、杜德伟这样的大咖。由于比赛时过于紧张，被好的歌词忘得一干二净。好在一向十分照顾新人的梅姐安慰了他。梅艳芳姐姐那个时候姐姐哈、真的很 nice， 非常好，就说啊，无所谓，不重要，忘了，我们常常都会的啊，有些鼓励性的，下次记得就好，这样子啊。比赛结束后，郑嘉颖并未继续逐梦，而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业。直到1993年，他从美国南加州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，才以歌手的身份正式进入娱乐圈。不过这期间，他所演唱的歌曲却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，反而是1999年参演的古装剧《绝代双骄》让他被大众所熟知。他所饰演的江玉郎面若冠玉，看似文雅如弱，实则城府极深，懂得利用人心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角色。正是他精彩的表演让 TVB 看到了潜力，并将他签为经理人合约一员。此后他出演了多部电视剧，更是凭借天幕下的恋人一举拿下视帝。但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的郑嘉颖却不满意这次拿奖。有些观众没有看过天幕下的恋人，是因为他算是一部偶像剧，爱情剧。那偶像爱情剧，你觉得观众会觉得有多难呢？凭什么呢？那个剧情都蛮平的，你没有很大的发挥吧？那个时候他们会觉得。所以他为自己定下了三年内再拿一个视帝的目标，不过这个目标他却用了五年才完成。2011年，一部《怒火街头》让他横扫当年各大奖项。剧中表面吊儿郎当、不拘小节的大律师罗莉亚，实际上则是心地善良、重情义、轻名利的淡泊之人。这样的反差让这一角色深受欢迎。也正是这一年，穿越题材大火，他所主演的《步步惊心》在内地引起收视热潮，网络点击量高达3亿。清风朗月的八阿哥也深深地印在内地观众的心上。在这之后，他渐渐向内地发展，并在2016年与 TVB 改签为不投约，进军影视圈，与古天乐、张智霖合作的电影《反弹风暴》系列贡献了不俗的演技。八阿哥郑嘉颖做过最错的一件事，便是拜师香港音乐教父戴思聪，而让昔日师徒反目的无非是一个例子。作为香港巨星之父，戴思聪曾一手捧红过无数乐坛巨星，如梅艳芳、王菲、黎明、刘德华、郭富城、谢霆锋等等。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实力和地位，所以许多人挤破脑袋也想拜入其门下，郑嘉颖就是其中之一。1992年，23岁的郑嘉颖开始跟着戴思聪学习音乐，而此时的戴思聪已经年过半百。虽然亲手培养了半个乐坛的巨星，但他却依旧只是个收入微薄的音乐老师，这与学生爆红后的收益形成了巨大反差。而他细心栽培的两个女儿虽有一身本领，却始终没红起来。于是他创办星辉娱乐，签下的首位艺人就是郑嘉颖。次年，郑嘉颖被要求签下一份卖身契，其中规定只要郑嘉颖还在娱乐圈工作，便要将佣金的20%给戴思聪作为回报。微博一个好前途，郑嘉颖签下合约。但直到1997年，他的事业都没有什么起色，师徒间也产生了嫌隙。于是戴思聪将他的合约以100万的价格卖给中国台湾的经典唱片公司，以至于郑嘉颖不得不前往台湾发展。好在两年后，他凭借《绝代双骄》打响名气，并返回香港。这期间，戴思聪从未过问。直到2006年，《天幕下的恋人》爆红，戴思聪便要求他履行这份不平等合约。经媒体的发酵，这件事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。迫于舆论压力，戴将这份合约解释为当年郑嘉颖为表孝心奉上的一份礼物，并将此事认定为一场针对他的阴谋，要郑嘉颖供出主使之人。但依照此前陈姓师兄700万赎身事件来看，戴并没有他所说的那样两袖清风。同样是花旦杀手，为何吴卓羲至今孤身一人，而郑嘉颖却能迎娶了小22岁的白富美，成为人生赢家？2018年8月12日，49岁的郑嘉颖与27岁的港姐冠军陈凯琳在巴厘岛举行婚礼，结束了自己风流浪子的生活。陈凯琳家境殷实，父亲是做邮站代理生意的，家住九龙塘过亿别墅。陈爸爸手上还有多个物业，堪称普王。两人因拍摄电视剧《江结缘》，一开始陈母并不看好这段感情，毕竟郑嘉颖情史丰富，且两人年龄相差太大。不过最终还是尊重了女儿的选择。自入行以来，郑嘉颖可以说是绯闻不断，初恋女友便是凭借一首《别问我是谁》红遍大江南北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的王心平。
1993年，两人因工作相识，交往期间遭到了王新平的父亲，著名打星，也是林青霞前男友王宇的强烈反对。最终这段感情在6年后还是以分手告终。2002年，郑嘉颖与邓萃雯在合作 Love in You 我爱你时传出交往密切，不过很快他便与周丽淇因合作翡翠恋曲相恋，但两人在5年后还是分手了。这期间他先后与曹敏丽、陈敏之、胡杏儿等女星传出绯闻，更是被媒体爆出5年追6女。紧接着他又无缝衔接与佘诗曼在合作法政先锋时擦出火花，不过由于当时郑嘉颖处于事业上升期，所以交往十分低调，甚至为了避嫌，在遇到狗仔偷拍时，郑嘉颖还将阿佘放下车独自驾车离去。这段感情维持不到1年便分开，虽然情史丰富，但在遇到现任妻子陈凯琳后，郑嘉颖一改往日花花公子属性，做起了24小好老公好爸爸，不仅会在一同出行时全程负责拿行李，还时常在社交平台晒娃，对待孩子更是十分宠溺，偏向有少少会做埋佢个感觉，但系佢都会因住嘅。有时佢都叫我同佢讲话，如果有时过度地锡佢咧，都要提醒佢唔好咁做，因为惊习惯咗之后就会难改啦。咁所以我哋暂时都平衡啲嘅。你最喜欢郑嘉颖的哪部戏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关注 TVB 档案馆，馆长带你了解更多 TVB 幕后的故事。